法界者，修一切善心，修一切善业，善为一切因修因证，就是《大般若波罗蜜经》里面的境界哦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切应当要修正哦。以般若波罗蜜无相智慧，离一切相，修一切善，才能修正无上正等正觉哟。饶益有情界者，度化一切众生，从初发菩提心，随分随力教化众生，所以是我们的能力啊，来教化众生。我学多少呢，能够教化的，我们尽量教授他，愿他能够离恶修善，修己善业啊，得到善好的福报，穷尽未来际，度一切众生故。菩萨凡是所到的地方，都是发心教化众生，所以他走到哪里就利益到哪里了。凡是所到的地方呢，就带来这个地方的利益安乐。31页，已是有分分受戒，有受一分戒，名一分菩萨。分分受，条条受，是菩萨增上戒学，增上慢慢的、慢慢的增上，习气难改啊，习气不好改，习性不好改，所以慢慢增上。很如法，慢慢前进，一直增上，是就是如法修学菩萨戒法。菩萨戒本重要，又出又戒，犹有一分受，亦有一分持。如是尊严，受一戒，名一分优婆塞。菩萨亦尔随分戒故，如契经言，有受一分戒，名一分菩萨，乃至十分，名具足受戒。菩萨戒本重要，又最初又戒，又导众生受持善戒。由于有一分受戒，亦有一分受持。如是尊严，受一条戒，名为一分优婆塞。优婆塞戒经卷三，大乘藏24卷109页的上文。如来正觉说优婆塞戒，或有一分，若受三规，受持三规，皈依三宝，受持一条戒，是名一分。名为一分戒菩萨优婆塞。若受三规，受持五戒，是名满分。菩萨亦有，菩萨戒也是如此哦。随分戒故，随分随力受戒的缘故，如契经，就是这一部《菩萨璎珞本业经》卷下。大乘藏24卷101页的中文言：有受一分戒，名一分菩萨，乃至两分、三分、四分、十分、
名具足受戒，十分就是满分了、啊。受梵王十众波罗提木叉戒，十条都受了，具足受戒就是满分了、啊。菩萨应若本业经的经文说呢，菩萨十众有八万四千威仪，菩萨的十波罗仪开出来有八万四千威仪戒，是故名为具足受戒，不是十条而已哦，不止四十八千哦，有八万四千威仪戒法哦，那么多，名为具足受戒。秉义无分分舍戒之经文，我们在戒场的时候呢，有的戒子们他就问了，他受了菩萨戒之后舍一条不道戒，舍一条不道戒，这样可以增益受菩萨戒，可不可以？他五戒不完全的啦，他舍一条不道戒了，他就这么行持，不道戒反正舍了，这里就很矛盾哈、哦。五戒是菩萨戒的根本嘛哈、哦，你前面先受持五戒清净无坏，明了开遮持犯，发菩提心可以受菩萨戒，得到戒定。那这个时候，菩萨的三句境界里面呢，五戒律就是你的律戒哦。你要清净守持，才堪可发菩提心，受菩萨戒哦。他舍一条，舍一条不道戒，他问说能不能增益受戒啊？哦，有这个事情了、啊、所以我们这里把它提出来。无分分舍戒之经文，分分受戒，就前面这个地方，佛说优婆哎，优婆塞五戒相经，还有菩萨应若本业经，这两部经谈到分分受戒，那分分舍戒的经文呢，找不到。佛法中舍戒是最弱缘故的，最弱的受戒是很尊贵的善业呢，清信侍女尊贵的持戒善业呢，好像在高山上面哦，很尊贵啊，佛弟子啊，持佛境界啊，很尊贵的啊，从高山坠下来哦，舍戒是最下的哦，最多哦。释婚律记诵，境界由慈母能守护行者，若有舍戒者，于佛法中，于佛法为实。释婚律卷一的序文里面这么说呢，境界由慈母。佛自立的境界啊，就是保护所有的佛弟子嘛，你受了比丘戒，好好的持比丘戒，你就反而受到戒法的保护，戒法在庇应你，你就很安定，很安全，很安乐。境界犹如慈母啊，慈祥的母亲能够守护修行人哦。若有舍戒者，于佛法为实。假若有舍戒的人啊，舍弃戒法的人啊，在佛法中叫做死亡，死亡。法身慧命死了啦。从皈依三宝那受戒题，若有舍戒的人，即是舍弃三宝。有道理哦。
我们怎么受戒的？皈依三宝受戒嘛，乃至我们受菩萨戒，也是缘念三宝的境界，源于三宝的境界，那受戒体由秉戒得戒和尚做三番结魔，禀白十方无量无边诸世界中诸佛菩萨，将那受戒体的所以舍戒啊，就是舍离三宝。若有舍戒的人，即是舍弃三宝，在佛法中就是死亡，死的了。小圣声闻戒，亦无纷纷舍戒之文，找不到纷纷舍戒的文。这里就是希望大家呢，好好的持戒啊。有过失，如法忏悔吧。忏悔则清净，忏悔则安乐。这里不是犯到是根本，是根本重戒嘛？不是犯到重戒啊，轻戒有犯，如法忏悔则回复清净。希望大家能够保有这个清净洁白的戒体。菩萨应若本愿经卷下大众受学品，佛子受持无尽戒已，其受者过度是魔，越三界苦，从生至生不思此戒，常随行人乃至成佛。佛子，以下这个是经文啊，为了节省空间的文本啊，变成小字的哈。佛子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众生，不受是菩萨戒者，不明有情事者，畜生无义，不明为人，常离三宝海，非菩萨，非男，非女，非鬼，非人，名为畜生，名为邪见，名为外道，不近人情。不知菩萨戒有受法而无舍法，有患不思即未来际。菩萨应若本业经卷下大众受学品，佛子受十无尽戒，就是十波罗蜜啊，十条众戒以后，其受者受戒的菩萨呢，过度释魔，度过释魔了。释魔就是天魔、五蕴魔、烦恼魔、死魔，越三界生死轮回之苦，从生至生不思此界。从我们这一生哦，身外命中到下一生去，你要在这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，到下一生去投胎受生的，也不失此菩萨戒体，不会失去。两论里面哦，除了两种啊，你退失菩提心，或者你犯到重罪，这两种呢会失去。重生不生，重生至生不失此戒。常随修行人乃至到成佛，一直到我们成佛。佛子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一切众生不受是菩萨戒者，不明有情事者，畜生无义，不明为人，常离三宝海，非菩萨，非男非女，非鬼非人，名为畜生，名为邪见，名为怪道，如木石无心啊，名为怪道，不近人情啊。故知菩萨戒有纷纷受戒法，而无舍戒法，找不到纷纷舍戒的经文。佛陀没有这么说的，有患不思哦，怎么有患不思啊？这个犯啊，
犯轻戒，若犯轻戒者，对所忏悔罪变得灭，不同其责。这是我们《换马经》的经文。有犯轻戒呢，对所忏悔罪就灭除了。这里有犯呢，有犯众不思戒体，尽未来际不思，有犯不思尽未来际，有犯众戒不思戒体，这是就阿赖耶识中善种子来说的。我们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会不会失去啊？不会失去，它不会失去。善种子留存在心底中，一熏永在，一熏永在。我们熏习嘛，从发菩提心，从我们来到华藏园区求受菩萨戒，第一天进来，我们就是准备要受菩萨戒啊，在这里接受教育，接受我们华藏园区安排的教育，我们很遵守规矩，在这里接受教育，一直到受完菩萨戒，一熏永在。一旦熏染在八世心田中呢，永远存在，不会失去。就这种子留存在心底中，一熏永在来说的，有患多失，尽未来际。因为善种子的功能，以善种子的功能，随从心体，随从我们的心性离体呢，以善种子的功能随从心体，是故菩萨应若本业经的经文说，有犯不思戒体，尽未来际。另外经文也说，一切菩萨凡圣戒尽心为体，是故心尽戒亦尽，心无尽故戒亦无尽。根据这一段经文哦，来解释有患不思尽未来际。就心体来说呢，我们的心呢、啊，念念相续哦，我们的心啊，念念相续。一切菩萨凡圣戒，凡夫的凡，圣人的圣，一切菩萨凡圣戒尽，穷尽的尽啊，尽心为体，都是以心为体啊，尽心为体。是故心尽戒亦尽，我们的心念会不会尽啊？我们的心念啊，心尽戒亦尽。如果心穷尽了，就断灭了哦。戒体也穷尽了嘛，心尽戒亦尽，心无尽故戒亦无尽。我们的心念没有穷尽的缘故，戒体也没有穷尽哦。根据这里，心无尽故戒亦无尽啊。说有患不失，尽未来际。若以戒体防微止恶的功能来说，遇到恶缘破戒了，犯众戒了，则失去菩萨戒体，从缘而失。圣曼宝窟卷上末，慧日道场三门四集藏传，第十大小门，小圣无重寿，大圣有重寿，真棒了哈！小圣有舍戒，大圣无舍戒。小圣声闻法中呢有舍戒，律部里面都有呢，律部里面讲舍戒。最详细解释的人，最详细解释
律不舍戒之文的，就是萨婆多毗尼毗婆萨。这一部论藏啊，解释最详细了。很多里面解释哈，就是依照身份来舍戒呢，依身份舍戒。你是什么身份呢？在声闻法中，小乘法中，你是什么身份呢？依身份来舍戒，不是纷纷舍，不是纷纷舍。念给大家听了哈，注意听就可以。萨婆多毗尼毗婆沙戒二，简称萨婆多论，大众藏23卷，514页的下栏。欲舍戒无过者，若舍具戒，当言我舍具戒，我是沙弥。想要舍戒，没有过失的情形，你舍戒没有过失的情形。若舍具足戒，你都是要舍比丘具足戒啊。应当说呢，我舍比丘具足戒，我是沙弥。故知以比丘身份舍戒。以沙弥身份来论舍戒，若舍出家戒者，当言我舍出家戒是优婆塞。出家戒呢，包含沙弥戒、比丘戒。若是想要舍出家、比丘、沙弥的戒法，应当说我舍出家的戒法，我是五戒优婆塞。依身份来舍戒啊！若舍五戒者，当言归优婆塞。如是则成舍戒，亦无过咎。若是想要舍五戒的人呢、啊，五戒要舍哦，应当说我是三归优婆塞。如此则成就舍戒。也没有过失罪咎，没有纷纷舍哦，没有。大圣无舍戒的哦，大圣没有舍戒。已无月六斋日，连三长斋月，持八戒斋法。《法华经·菩萨戒本》67页，第30不净好持戒，于六斋日连三长斋月，作杀生劫刀，过斋犯戒者，犯轻过罪。杀生啊，抢劫啊，偷盗啊，过斋啊，犯戒啊，都只是犯到轻过罪，就是加犯一条轻过罪而已啊。其他的随你所犯啊，随篇即罪啊。你犯到第一篇的，那就是重罪哦。那犯重罪之后，还加上你还犯一条不净好持戒，33页，《菩萨戒经》一书卷一，随天台智者大师说。轻过戒30，不净好持戒。书三斋六斋，尽是鬼神得利之日。此日修善不过于日，而今于好持亏慢更犯，随所犯事随偏结罪。此时此日不应不知加一戒。一云。七众俱至，皆应禁止。括号里面的一号、二呢，就是后面
应当是有引出来的，引出它的根据了。厄运旦至在家，年三常在，月六在，本位在家，出家尽受实在，不论时节。书菩萨戒经一书，隋朝天台智的大师说，物来相传，世间啊，称呼东土小世家，就是呢，称呼智的大师是东土小世家啊，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。文昌印光大师文昌说，智者大师真实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。文昌里面说的。第三是不定好世界，三灾六灾尽是鬼神得利之日，每年三长三月，一月、五月、九月，每个月的六灾日，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，尽完全都是鬼神得到势力的日子，他们很有势力哦。此日修善无过于日，此三长斋月六斋日，持八关斋戒，修善业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布施贫苦，受持斋戒，功德福报胜过其余的日子。这两句啊，依龙树菩萨造的论藏说的，根据大智论，大智度论说的，大智度论卷三十，卷十三啊，大智度论卷十三，问曰：何以复六斋日受八戒修福德？受者持也。什么缘故于每月六斋日受持八关斋戒，修福德善业呢？答曰：是日恶鬼逐人，欲夺人命，疾病凶衰，令人不及。回答说：如是六斋日，常怀恶心的鬼追逐人，想要夺人的命根啊，引发种种疾病凶灾衰患，令人不吉祥，是故杰出弃世间。世间有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四个终结，名为一大劫，是故杰出，就是成劫。世界最初成立时，圣人，这个圣人指转轮圣王啊，统领世天下，教导人民持斋，受持斋法，修善作福德，以此避开凶灾衰老。是时斋法，当时杰出所持的斋法，不受八戒，他不受八戒了，直接是以一日不食为斋，一天不吃叫做斋，持斋。后来佛陀出现世间，教化有情，欲之言，告诉佛弟子们说：汝当一日一夜如诸佛持八戒，过中不食。你们的应当呢，一天一夜哦，如诸佛世尊受持八戒，过日中不食。如是。止恶修善的功德，将人至涅槃，带着领导着持戒修行人，到达常住安乐真我清净的大涅槃。所以《菩萨处胎经》卷七，经文明白的说：八关斋者，诸佛父母。
八关斋戒法，是诸佛如来化身父母，如是受持斋戒功德，将人带至安乐涅槃的境界。复次，此六斋日，恶鬼害人，扰乱一切人间，若所在山丘聚落、村庄、郡县、国邑，在国家的都邑当中，有持斋受戒、奉行善法之人，以此因缘，因为在这个地处啊，有菩萨受持斋戒的因缘，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在家菩萨，他受持斋戒哦，以此因缘啊，恶鬼远去，这个恶鬼就远远离去了，恶鬼远去，住处安宁哦，我们这个住的地方住处都很安宁，平安吉祥，得到庇护哦，得到庇佑哦。以是故，在此六日持斋，受持八戒，得福增多，而且庇应我们这个地方的人。问曰：何以故？诸恶鬼神辈于此六日恼害于人。答曰：详说诸恶鬼神于此六斋日，则有势力的因缘，在论藏里面广说因缘。是故在家菩萨应当恭敬好时，受持斋戒，得福增多，庇应我们这个地方所有的人啊，大家都很好，受到你的庇佑。而今于好时亏慢更犯，然而现在呢，在家菩萨对于好时，每月六斋日，每年三长斋月，亏负在家菩萨应所的本分，欠缺律戒，欠缺的八戒律仪啊，少了八戒律仪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不修离染行，不持贤圣八关斋法，轻慢戒法律仪，更加毁犯八戒斋法，随所犯事，随着在家菩萨自身所犯的杀盗淫妄、祸灾等犯戒事，随偏结罪，随着比丘尼五篇戒法结犯重罪。